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230毫升大锅泡玉米的全过程。首先收到锅，只过了一半的位置，先把锅盖好，倒进锅上，这边要备齐，明智，把手紧，手一动就好。好，锅，这个锅我们要垂直锅体，这样烧会亮起来。好，手套，戴好手套，准备出锅。你先左手拿好锅，把灭火盖盖上，打开，拿着开锅下盖，这样往上一提，准备开饭。2、1，go！ 爆米花 ，OK。用酒精快加热。